像让脊椎回去比较正确的位置，正确的腰椎往前是有个 C 型往前拱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让它做一个脚往前，那如果在床上的话，脚可以垂出床沿，然后我们用这只手拉开，就类似到对侧脚、斜对角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把你的整个腰扭开。你啊，对，其他四个手指抱住大拇指，往下压，有没有觉得酸酸的？有，大拇指内侧这条酸酸的，这个就是妈妈手。我们就是讲这个肌腱发炎是妈妈，所以这样。我还有个很严重的地方也是网球肘，我每次有时候录一录就会这样，要这样，然后它就会跳一声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做是好的。周一、周二晚上9点，姐妹站出来。